在上一集中提到，洋葱一行人到山上露营，努力了一整晚才把帐篷搭好。洋葱不断的搬站板，弄到精疲力竭，目的是为了让身体更暖和。一群人在一度的山上洗碗洗澡，如同酷寒地狱一般。睡前大家做好了完美的防寒措施，没想到小暖炉却跳电了。暖气停了，跳电了！最强的防御瓦解了。室内逐渐冷起来了，哇，好冷啊！第一晚大家整晚没睡好，而我直到七点才被冷醒，没保护到的脸部跟背部都很冷，我冷到受不了，出去走走。回到帐篷后，趁着电又回来的间隙，快点入睡，真是有够克难。九点，太阳出来了，把帐篷里的我热醒了。这温差真低夸张啊！靠，洋葱，你昨天打呼超大声，加上一直跳电，害我都睡不好。我也有听到隔壁棚在打呼，是阿文吧？为什么洋葱能睡那么安稳啊？太幸福了吧！原来如此，因为我昨天搬了一堆东西，累爆，所以睡得很沉。那我今天也要把自己弄得很累。早餐由阿文跟女友负责的汉堡排。非常美味。早餐吃完，我去洗草莓，但这次我学乖了，旁边放了可以回血的热水。接下来我们试试草莓甜不甜，太酸就只能配炼乳吃了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草莓到底需不需要加炼乳，还是直接吃最好？应该蛮甜的吧？我觉得这肯定是要加炼乳的。吃饱后，我们到溪边晒晒太阳。洋葱，我们探险的先丢石头砸到那块大石头，输的要洗碗。哦，我很穷哦。这样惬意的时光多久没有过了？接下来我们走去附近的蝙蝠洞探探，站在远处观赏。运动完后，午餐是香喷喷的咖喱。搅拌，好吃吗？说不出的好吃。下午泡了咖啡，坐在阳光下闲聊。我特别去杂货店买了牛奶，像我们这种肥宅是没在喝美式。因为我摆在家里，所以都没有喝奶。在这样悠闲的时刻，我们可以把一件无聊的事情聊很久。听说蝙蝠可以活二三十年呢？真假？比狗还久。平常在11度的室外，我一定是冷死的。但现在我们可以淡定的在这温度下聊天，因为我们已经通过试炼了。煮完晚餐，闲聊一下，很快又到了夜晚。我来玩火，我新买了焚火台套装，先来砍木头喽！铁斧重击。三位都拼不同位置，感觉要……哦哦哦，好难哦！吃饭喽！好。会不会发生这种事？不会啦。晚餐是女生一起做的炖饭，比男生主导的咖喱好吃。好浓郁，好多料，超赞的啦！好甜，好喝。温度也比昨天上升多了。像我们这种玩露营的哦，没有个一两度，我们都是超级无感的啦。顺便提一下，伯君从下午就在玩火，烤了一整个下午，就在看那个火。这个学长上的很旺哦，那我来叫一个学弟下去陪你。吃饭时，伯君要不要吃香肠？哎呀，阿文，我要去拿香肠，你帮我顾一下学弟，一分钟回来。啊，这有什么好顾的？来烤烤棉花糖，熟了，哦吼！来烤烤个肉片。也熟了，呜呼！去洗澡啦，快点，要断热水了。等等，你们先洗，我要看看骰子你会不会熟。呜呼，又熟了！我靠，他是被附身了，已经玩了一整天呢。他还突然想，他昨天累了没有睡，所以他今天也要把自己搞得很累，才能睡得安稳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也来跑吧。我发现那边地上有个洞，说不定那边也会有蝙蝠哦。那边很黑，
好可怕！走了，别怕了，怎么可能有什么？嘿嘿，会不会发生这种事？你真的很烦哎！洗好澡后，我们一群人在客厅上玩着桌游。我出这中啊！可恶！通常这种气氛和乐的夜晚，都会有杀人魔在一旁观看着。请问你们这边有断电吗？我们那边断了。哦，没有啊。原来是隔壁帐篷的游客，吓死了。你从刚就一直在乱哦，你不要再闹哦，智障。第二晚，营区的人比较少，晚上没有跳电，睡着时差不多八度，我们睡得很安稳，完全没有被冷醒，是非常舒服的一觉。早上起床，国军煎着他的拿手好戏——薯饼。我们看着风景，品尝着最后一顿惬意的早餐。吃完准备收拾，启程回家，真是快乐的三天呢。下次我们四个人都有空的排列组合，不知道排到几年后了。毕竟大家都是干话王啊。不懂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以工作为主，享受生活为辅呢？真是不合理啊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人生啊。拜拜，学弟。小时候，亲戚规划了一场露营，在露营前，我得了肠胃炎，睡觉起来就会直接落塞的裤子，不能控制。但行程已定，我只好顶着肠胃炎去露营。大家喝着玉米浓汤，香喷喷的烤肉，而我只能吃着没味道的稀饭，痛苦至极。晚上睡觉又拉在裤子了。妈妈带我去上厕所换裤子，流动厕所又臭又脏，超级不舒服。我那晚为了预防搭着裤子，带了四件内裤，整晚就在拉肚子。上厕所内裤被我一件件消耗掉，然后睡在又冷又能感觉到地板颗粒的帐篷。我那时心想，大人是没事找事做，温暖的床不睡，跑来睡地板，脑子有洞哦。白天的时候，小孩也不知道要干嘛，亲戚的小孩拿了 Game Boy 出来，大家就在看他打。难得出来玩，干嘛玩电动啊？去跑跑走走啊，出去玩啊。啊，是能玩什么啊？这里鸟不生蛋的，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了，是大人了。你要玩鬼抓人吗？我正值超想玩电动的年纪啊！从那天起，我患上排斥露营症候群。但这次来，年纪不同了，能真正享受大自然，装备也比以前升级许多。这里的厕所跟浴室也是很干净，比以前舒适了不少。总之，这趟旅行让我摆脱了小时候的阴霾呢。谢谢你们，阿文、阿学，还有超级伯君。最后，大家开始收拾帐篷，比想象中还麻烦，每个道具都要分类好、折好，收比大还累两倍。大家做到想放弃了。整理好的时候，已经接近傍晚。真是太有趣了，一定要再来哦！收东西超麻烦，我不要再来了。我小时候都不用收哎。哥，那你刚刚回想那么多屁话。下次住民宿包栋啊，包栋一样可以煮东西、闲聊啊，还不用收哎。如果不用收装备，我可以考虑来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根本没有真正享受大自然嘛。就这样结束了旅程，我们又一路塞了回去。回家后过了几天，我仍然意犹未尽。超级伯君真是让我刮目相看，规划了这么一场完美的旅程。哎，你们发现最雷的死缺洗碗，伯君三天完全没洗过，他都巧妙的避掉了。靠，对吼，我每次洗碗都没有跟他一起洗过。还有那些精美表格其实是他女友做的，可可。可伯君果然还是伯君呢。我没说是我做的，我只是丢出来而已啊。这样洗，不然呢？干，很冷呢。洗啊，超冷的哦。哦，明明再洗。靠北，你这么想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洗不干净啊。那你那怎样洗？你来洗。不要，帮你洗。怎么洗？一颗一颗这样。对啊。很冷呢。我们要洗澡，我需要依附一个人。风凉一点，你小心一点。
你能说它不好吃吗？我都被那个油喷到了。小心点。你说小心什么？小啊。烤过没？小心我手。好了。好了吗？手怎么好？这什么作用？那个不用拆开啊，就直接用。那个这可以干嘛？国军。变色的。哦，欸、好屌哦！哦，这个超屌的。哦哦、哇，好帅！哇，好帅、哦！这时候比较漂亮。哇！还会再变吗？就这样。对啊，就这样。那包装刚刚下来，包没关系吗？知道，但它上面。它上面说明是要怎么扫。我听说这功用就是变色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。对。最后。它会持续多久？对、啊，三碗没了，三碗了。烧到最后吗？你要破坏它的平衡了，快没了。这多少钱？我问你。十几块，有那么便宜吗？